我要怎么证明我带了海拉还有巴掌？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想法，直接拉黑了或直接说明白了，我不干这个事儿。哎，陆地人，我手牌一个病例都没有，怎么整啊？我推荐个强度高一点的套牌，我自己都不知道什么强度高。我要是知道强度高，我搁那5000名，哥们儿，我现在都不知道这个能干嘛，你知道吗？秉义 ，OK， 不是兄弟，你想一想，但凡我知道什么卡鲁强度高，我还搁那5000名，哎，快月末了，这个月我觉得11星已经炸了，好吗？可以。宇宙骑还行，其实我觉得骑士还是走快攻的好一点，慢速的骑士特别容易卡手，而且也特别蠢，并且宇宙骑就靠那个3费3-4发现，骑士其实他现在结场也就那样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宇宙骑还可以，能玩一玩，但不强。聪明贼加入吧，我看好聪明贼，真的。聪明贼是有点东西的，真的，我喜欢那个聪明贼，肯定是宇宙啊，赶紧来一把刀，他就宇宙废了。我觉得这里要这么打，就是为什么这么打，对面八废了，现在海拉里面只有3个，这个洗了以后对面宇宙废了。如果这里你不这么打，第一八废能变身，第二八废能出那个88的红龙，所以这一手一定要这么打，不亏的。这样他宇宙牌全废了，他拼命在跳废，就为了这一点。海拉是不破宇宙的，他是3个不一样的病异，现在还有废了，你看不打了。手里不会握了个红龙吧？哎呀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没龙了，这下是真的生气了。哎，你不爆是几个意思？好，我去。感受到太阳的恩赐了吗？好，4费了，再爆一个。打我脸了怎么办？想想啊，如果我这里这个是发现一个2，如果我这里挖宝呢，撞掉撞掉打这个解呢，我觉得稍微稳一点好，对面已经有点丧心病狂了，稍微稳一点。我这两个撞了开这个也不好，这个和尸体不好，要撞一个才有5个尸体，稳一点稳一点。这边又没宇宙，我急个毛线。下回合第3段了，然后这个就可以挖到终极了，拿这个挖终极血赚。完了，这边要去找病异了。哎，你怎么这么机智？那我再塞2个，如果这个手牌来个翻底，我也直接翻了，再给他搞2个病异。翻不到吧，对面一共才6个病异，5个病异，这翻不到的吧，这不给你夹断。翻底鱼闷回去，哦，感觉有点蠢，我先开一张吧。这个好，嗯，这个一般。我要稍微结结场，我认真的。我要保证下游和随时，如果我拉对面的怪的话，我就可以启动那个零费的。完了，我要死了，兄弟们！
这怎么办？这把刀我解决不了，这号牌是没有嘲讽的。打法一直接导演，打法二这个里面赌梦想，我觉得导演没梦想，这个里面赌梦想好。不修的吗？真的卡。啊，吸不了多少血，这，哎呀，你也不能这么说，很多时候只是说说的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你信了，那就信了。想想啊，我如何能把格子送掉，然后给他斩了？这个只要给他打了就行了。然后但他会吸血，这个很烦。哎，这是不是控的刚刚好？哎哎哎啊，我忘了有这啊，我谢谢。哎呦，我还想说我控的刚刚好，我忘了他会控一个怪。 Oh my god， 还行还行。这个东西有用吗？打这个盗贼，不打这个瞎子，那家瞎。有吗？我觉得对面铺完一场以后，我靠那个也解不掉那个二杠五啊，真的一般啊，真的有吗？我觉得那个娜迦的问题主要是他是无血，太难解了。很多时候你吃完他一波的伤害，你残血了，你还解不掉那个娜迦，这个就很烦。开挖，对面就很明显在攒他的康巴嘛，这太明显了。宇宙萨已经输的不知道怎么玩了这个游戏。我宇宙萨能三连牧师，然后被牧师脏的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宇宙萨不像以前那种萨满，真的很怕被脏，因为他很多关键牌只有一张，脏了就没了。谢谢 ，Thank you very much。现在是五个病疫，这东西瞎子可能会不好受。瞎子边打的时候会边爆，对吧？他如果开始扑，然后过牌过牌，搁那儿嘣爆一下，嘣爆一下。关键是爆这种冰霜卡他费用，可以的。我萨满已经输得生活不能自理了，我放弃了，兄弟。我认为既然我打了海拉就一定要塞，这里血是可以考虑不打，挖一下吧。这个挖的虽然是蛮亏的，但复活一个还行吧。嗯，可以可以，不亏，出来节奏爆你大爷。七个，你过牌呀，过啊过啊过啊。嗯，来了啊，还好我又多塞了两个，增加爆的概率。OK， 不是，我还没掉血，哥们儿，爆冰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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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霜。冰霜，哎哎哎，冰霜 ，OK。
抱不死你。这里还有费，李大爷，抱一张，再抱一张，现在可以抱红的了，哥们儿。哦，他没有了，好，疼啊！抱一个，十五血会死吗？我觉得会，但没办法。抱一下，转到你头晕。OK， 转转转。怨念很深，这非要来扎我。对面可能是个激怒战，我卡组没带海拉，鉴定完毕，我真是谢谢你啊！没事，确实没带。为啥我每次玩猎人都能抽到暴龙王？联合的观众智商怎么这么高？所以海拉呢？这个没用吧？海，海，挖吧，这是第三层，这已经是第四层了。从哪里来？离哪里去？还有更大宝的吗？不亏不亏不亏，有点慌。哇，这炸了，真不行好吗，兄弟们？为啥不拿一？拿不了啊！你确定你是在坑对面还是在坑自己啊？拿不了啊！我们的信仰可不是这样。他要过奥丁去了。卡出，这第四层真的永远卡。夏月河继续吃，这局就复活奥丁，不就复活冰主，拿那个红的不停的加血，出个大怪你，还有什么大怪？比如说他什么424锻造刀里面出的怪，那打到那里我觉得我也炸了，真的。血是可以，但是得打那个8-8打出来，他打8-8，那我是不是要吃好多伤害啊？什么鬼刀啊！
相比。十三张牌了，海拉呢？啊，这游戏越来越不适合我了。就是因为我海拉没抽到，这个不敢打呀，万一打了抽到了，我是不是血亏？是不是没带？怎么说呢，这很难评啊，我到底带了没有，我怎么证明我带了？如果能打完这十二张牌，我就能证明我带了。是有一个大问题，我出了这个，他有可能会复活汪峰，因为他也是八费，冰主也是八费，但这里冰主可能真的没用了。对，复活这个也可以，他能回血，我还有十一张牌，如果能让我把十一张牌打完，我就能告诉你们，我真的带了海拉。这什么弱者的气息啊！这还要毛线个海拉，要海拉是干嘛的嘞？我也是没明白啊，要来干嘛？好，还有十张，要证明我带了。我打完这一局去看一看到底有没有带，对面要打五费那个爆刀砍我一脸了。但是你不出怪我怎么办呢？那我觉得我也要复活了。冰主的话我出墙，这个也是嘲讽，我觉得拿这个吧，这回合肯定不出。好，还有九张，这把应该能看得到，还有九张，兄弟们记住啊。呼，牛头人吗？那你死了呀。还有两堵墙啊。我要怎么证明我带了海拉？还有八张，甚至我连翻底鱼都沉了，我这个牌有翻底的。